break it down。 近期 LOL 是爆红的超级偶像团队瑞米克斯向全市开放招募信息，希望找到一位优秀的主唱加入乐队，共同带领瑞米克斯进军格莱超美奖。本台记者哇塞纳为您实时报道。哇，那不是瑞米克斯的哈米莱西斯吗？我超级喜欢他，他唱歌超好听。吉他天后红丝塔，吉他天后红丝塔，丝塔啊，帕贝比，我爱你。哦，我觉得整个 L O L 城市的人都来报名了。让我们来看看瑞米克斯主唱位究竟会花落谁家呢？请第一位选手入场吧。各位瑞米克斯的评委老师好，我是来自爱露塔的萨利，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首字母歌。哈，字母歌虽然简单，声音倒是挺甜美的，请开始吧。不好意思，萨利，您可能不太适合做我们瑞米克斯的主唱。什么？我为了来选秀准备了这首歌三年。啊？这也需要准备三年？下一位。您长得还挺有特色的，请开始你的表演吧。您要不去对面夏威夷乐队再看看？哈，看来你们也没有什么品味，你们会后悔的。大家好，我叫噗噗，我是个鼓手，我会打鼓。可是我们想要寻找一个主唱，您要不……我打的鼓绝对独一无二。下一位。我的低音和怒吼很性感。哇！保安。下一位。大家好，我是凯蒂 K， 你们可以叫我 K。无论什么类型的歌曲都会唱，说唱更是我的强项，你们如果错过我就再也找不到比我更好的了。啊，手机倒不响，请开始你的表演吧。是一个不行的，太棒了！ What？ 你们俩说什么？他棒在哪里？虽然他刚摔了一跤，但刚那个 High C 实在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是的，我们就缺这样的海豚音。我就说我是有实力的吧？那我是不是现在就是瑞米克斯的主唱了？不，你一点主唱的台风都没有，凭什么当主唱？可是他好漂亮哎！他的高音真的很棒哎！好，那我向你发出挑战书，只要你能赢了我，我就认可你是瑞米克斯的主唱。哼，走着瞧。全新推出的 LOL 惊喜娃娃系列来袭，炫酷时尚的演出服，新潮的鞋子，丰富的配件，每个姐姐们都有两套个性服饰等你来搭配。惊喜娃娃，你实在是太漂亮了，我爱你。